听说罗红柱在读一大的时候有一个同届的女朋友。我们是一大同届的。你们两个人认识啊？罗红柱先生有一个女儿，你知道那孩子的妈妈是谁吗？黛西把李子带走了。我是李子的妈妈。李子的妈妈就是黛西。罗红柱，就算天崩地裂，我都不会放弃你跟李子，一定会找回我的位子。明天也胜利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全新2小时。